在一瞬间回到了从前，仿佛你的身影又浮现，即便温度冷却，我们到临界点，跨过终点线，只是你我温柔互相再见。陪你走过的路现在走一遍，复习你给的甜，可是在你世界里面我交了白卷。我穿过人海拥抱你，像雨滴遇到冷空气，凝结的回忆，爱我的你我不想忘记。打扰你的生活呀，所以你们俩昨天冲动了，不然应该怎么解释？人家现在毕竟有男朋友了。南山有男朋友了，那你还……我捋一下，这个是你，这是南山，这个是南山的现任，你们俩是前夫妻的关系，人家两个在热恋中，你们两个见到之后旧情复燃，他们俩依然在热恋。这个时候的你呢，想进入他们，但是又害怕破坏他们的关系，所以是这样吗？嗯，我对自己承诺过，我说我以后不再打扰楚楚的生活了，所以你现在最应该关心的不是他对他的感情是什么吗？好像有那么一点点的道理。嗯，没想到你还有那么点用。助攻教程，臭二叔，还不回信息？南山呀，怎么了？我跟你说啊，一个好消息，一个坏消息，想听哪个？哪个也不想听。你看，你老爱跟我开玩笑。
那就先听好消息。好消息是吧？嗯，好消息就是，我已经给你们争取到咱们集团的加薪了。那坏消息呢？那就是咱们杂志社啊，要进行进一步的转型了，做一些关注民生的环节啊，比如说做一些老区改造的专访啊。老区改造？对啊，你看看，临县那里啊，就很适合做老区改造的专访啊。你火速赶到那里，把这次专题做好了，咱们就彻底转型了。好，我马上去。哎。那今天我们去哪儿啊？今天都听你的。嗯。二十。你知道我是抱着什么样的态度离开他的吗？韩承池，我真想撕了你！我顶着压力给你投资，就是因为他。如果不是因为你跟他在一起，你以为你在我这里算什么呀？啊？什么都不是！起来！你摸摸你自己的良心，你落魄的时候。恩恩离你而去，楚楚是怎么对你的？对得起楚楚吗？十年前我就想打你一顿，你根本不值得他对你付出，也不会给他幸福。我早知道你是这样的人，我就不会选择离开他。他跟你前妻没有关系。我跟程池在一起很久了。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跟顾兰山在一起过，外界也从来没有报道过他们两个关系暧昧。是这样吗？二婶，我和珊珊没有关系。那我之前问你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不否定？当时走投无路了，我知道我一个人去找你，你根本不会帮我，除非是关于珊珊，所以我故意让你误会我们的关系。二十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没错，是我的问题，我就不该认为他会跟着你。我让他等了那么久，是我傻，是我傻啊！登机了。你一直在缺席，我们之间关系受不了，每次你选择逃避，要伤就伤彻底。
的电话不在服务区，我对你想你请稍后再拨。散不掉的心是我最无解的。喂，盛总，你知道楚楚去哪儿了吗？哦，他去临县了。临县？嗯，他没事跑那么远去干嘛？他去干什么呀？去现场采访。放心，我知道了。马上给我订到临县的机票。大爷说，房子里有很多老旧的资料照片，在哪儿呢？哎，盛总，你怎么来了？古兰山呢？在那儿。哎，盛总，别去啊！他去拿点东西，马上回来。楚楚，二十。你没事吧？二十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不是，你好好的办公室不带，你跑这来做什么采访啊？这多危险啊！操了，小心！二婶，你醒醒！二婶，二婶，二婶，楚楚，不是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二婶，二婶，你头流了好多血啊！二婶，没事。这点心死不了。二婶，别动！后背不知道被什么压了，特别疼。二婶，你流了好多血啊，后背。有没有人？有没有人？有没有人来救救我们啊？这样有没有好一点啊？好点了。你说真暖和。对不起啊。对不起什么呀？应该是我跟你说对不起。要不是因为我，你也不会来这儿。你后悔吗？是说你认识我后悔吗？不后悔。有些话我早就想跟你说了，但是我这个人好面儿，就是说不出口。如果现在不说的话，我怕我以后再也没有机会说了。你别胡说，二婶，你一定不会有事的。其实我挺后悔的，我后悔小时候我就欺负你，长大了呢，我还强迫把你娶回来，结果娶了你以后也没有对你很好，像我这样的坏人，如果我是你的话，我肯定也不喜欢二十，太坏了。不是的。你喜欢韩城池的事，我结婚之前我就知道了。
太要面了。其实我觉得我怎么都比韩城池要好，你为什么只喜欢他不喜欢我呢？所以我就不甘心，就把你娶回家了。结婚之后，我看你一直没有忘了韩城池，而且你也没有对我说很用心，所以我心里就有点难过，就老是折磨你。你知道我这一生中最不后悔的事儿是什么吗？我最不后悔的事儿就是为你做的所有的事，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，我都不后悔，因为我从这些事情上学会了我该如何去爱你。二师，你没事吧？楚楚，我想和你永远在一起，我不想跟你离婚。你看，我一直都带着呢。我也不想离婚，二师，自从上次我们离婚以后，我才发现，原来我喜欢的人真的是你。所以我一次次出现在你面前，发现你没有回应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啊。我以为你和韩正直会一直在一起的。我真的跟他什么都没有。我知道，可是我知道的太晚了。你现在知道也不晚，等你出去以后，你要好好的补偿我。我是二师，你别吓我，二师，我跟你讲个笑话吧，好吗？二师，我前两天去买菜，然后发现那个菜不新鲜了，然后我就问大爷，我说：“大爷，你的菜怎么不新鲜了呀？”大爷说：“哪有啊？”我说：“你看你这菜。”有人吗？有没有人？有人吗？有，这儿有人，快来救救我们！这边有人，我们在这儿。你们坚持住。
反对家庭暴力，共筑和谐家园是文明社会的共识。2016年3月，我国正式实施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》，可见家暴并非家务事，对家暴零容忍是我们共同追求的目标。妈，恩恩，你怎么连老公都看不住啊？今天张叔又跟我说，看到你老公晚上和别的女人去夜店了，这都第几次被人看到了呀？妈，我们能想想别的办法吗？陆一帆这边，我想跟他……我不管你想什么做什么，给我把你老公的信看好了。一堆人准备看咱们家笑话呢，咱可不能落人话柄。你就只顾着自己的公司，就没想过你自己的女儿吗？医生，我儿子怎么样了？病人中间几度昏迷，还好都挺过来了。目前看手术还算是成功，不过还没有完全脱离生命危险，还需要转到 ICU 病房进行观察。辛苦医生了，辛苦了。儿时怎么这么命苦？当年那一刀就差点要了他的命，他现在又……两次遇到生命危险都是因为你，你给我走，你给我永远离开他。别激动，醒了，儿时醒了吗？儿时他……哎，你慢点，你慢点！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好好养病，要不然等他醒来了，他肯定会生气的。不行，哎，你慢点，慢！哎呦，姑奶奶，你慢点。给我走！我不想看到你，你给我走！哎，你别激动，别激动，我来跟他说。让他走！我还跟他让他走！哦，阿姨，您别生气啊。他也是担心二十。我知道这么做对你不公平，可是希望你能理解，一个妈妈对儿子那种特殊的爱。我的儿子已经躺在里面了。我真不希望他妈妈再出什么事儿。
是谁的诚恳发言，让我们故事再现。原来爱也各执己见，开始从未必到终点，在身边人走后交给陌生人评点，讲过了往事几遍，还谁心事搁浅，反正都不太懂得收敛，痛并相恋没必要遮遮掩掩，当成为回忆后再或真或假留恋，评论区瞬间表演趋势正在蔓延，所以煞有其事的告别，今夜全世界一起失眠。不得不说有些转变，彼此都觉得亏欠，却不能交换体面和成全。我是谁的诚恳发言，让我们故事再现。原来爱也各执己见，开始总未必到终点。在身边人走后交给陌生人评点，讲过了往事几遍，还谁心事搁浅。反正都不太懂得收敛，痛并相恋没必要遮遮掩掩，当成为回忆后再或真或假留恋，评论区深情表演趋势正在蔓延，所以煞有其事的告别，今夜全世界一起失眠。走后交给陌生人评点，讲过了往事几遍，还谁心事搁浅，反正都不太懂得收敛，痛并相恋没必要遮遮掩掩，当成为回忆后再或真或假留恋，评论区深情表演趋势正在蔓延，所以煞有其事的告别，今夜全世界一起失眠。程程，嗯，顾夫人为了套现周转资金，陆陆续续抛售了15%的股份，加上其他股东手里的股份和散股，我们现在已经拥有顾氏25%的股份，成为第一大股东。不错，程程，咱们把这段时间所有的盈利都拿去收购顾氏的股票，现在顾氏也不盈利，一直处于亏损的状态，值得吗？值得。二十一定会没事的，对对对，二十一定没事。要离婚？对。坤，你离婚这个举动我是真的没想到。怎么着，你妈又给你找了个新的金主？你妈公司不需要人投资了？那是她的事，与我无关。顾恩恩，我告诉你，你要离婚的话，一分钱都拿不到。
二师，是男人就快点好起来。水珍，你好点了吗？嗯。抱歉啊，这么晚才来看你。我也是刚刚得知你们的事情。没事。我有件事想跟你坦白一下。什么？如果你需要，我会静静等。